各位好，我是大叔，欢迎各位收看艾米丽美味餐厅艾米丽的瓶中性的游戏影片。那上次玩到第48关，那好像得说艾米丽他老爸他好像要把房地产给卖了。那至于要干嘛呢，我想在后面刚好会提示一下的。那这次就从49到50，我想大概49 50他的儿子会回心转意，他爸爸也会有所改变，然后参加家族派对，大概就是这样剧情的。那队友怎么样，我想就玩下去才知道了。那我就开始了。那我稍微回去玩了一下，那把一些把那个二星完成三星啊。那稍微这只是一个，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想要把一些都弄比较好看一点。哦，他叫维尼奇哦。那没人跳舞了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原来他爸是做买卖股票的，难怪那么有钱啊。那买卖股票投资有风险，还是要小心一点啊。啊，有了，刚刚看到这边，都没发现到。
刚刚那是怎么回事啊？他刚刚说会放小女孩进去。好像没有看到老鼠哦。
没想那么快就被俩包了，那这一关我没找到老鼠算了，之后就慢慢来吧。好，来到第51关了。酸的欸，
这个老爷爷怎么那么有趣呀、啊？这个老爷爷讲话怎么那么粗鄙呀、啊？
哎，他们不知道他老爸吗？哦，对啊，他们那时候他老爸跑出去失踪的时候，他们都失踪的时候才跑过来，所以不知道他老爸长怎么样的。啊，游戏影片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啦。那现在家族渐渐的聚集起来了。那依我猜，53到60可能没办法猜到到底是要讲什么剧情啊。那伊芙琳她可能会干掉她老公她的养老金的事情啊。不过我想，应该会是一个好结果啊，因为还有下一步嘛，对不对？那等一下我会从53到56，那快的话也可能再拍57到60，因为要稍微赶一下进度啦。那我等一下会稍微再重新玩一下50关，然后顺便把老鼠给找出来。那游戏影片就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，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。